我说老弟呀、啊，你这多长时间不洗头了？头发掉粘呢。你别动啊，我好像发现一个虱子。哎，还是挺好吃呢。哎呦我，还有个更大的，这个肉多呀，大哥呀，完没完事啊？我这脖子有点受不了了。你别动啊，我再帮你找一找。你大哥我呀，多长时间都没吃着肉了？你再等一等。媳妇儿，你过来，让我亲一口。媳妇儿，你真好。我滚你大爷的吧，你给我去一边去，你亲就亲呗，你咬嘴唇子干啥？媳妇儿，我错了，我不咬你嘴唇子了，这把我直接亲行不行？你别生气啊。哎呦我操，你这嘴也太臭了，刷刷牙行不？这两个年轻人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啊？来猴哥吃不？但是一次啊只能吃一颗，不能多吃啊、哦、要不然不给你吃了，听见没有啊？我听不听见呢？你咋这么抠呢？这点玩意儿磨磨唧唧的。猴哥吃葡萄不？你这葡萄洗没洗呀、啊、不行，我得好好擦擦。你还别说，这葡萄还挺甜呢。就是这个味儿。哎呦我的妈！都说困难如弹簧，你强它就弱，你弱它就强。这把呢，我用粉碎机，我直接我就吃掉它，这把困难彻底就没有了吧？要说解压，还得给大家整一个煤气罐瞧瞧，这解压的效果简直太刺激了，所有的压力瞬间都被释放出来了，简直太好了。我说兄弟，你整一个算啥呀？我要整，我就一起放四个。哎，那两个怎么下不去了？是不是不给面子呀？你那煤气罐算啥呀？我直接来一个大铁桶。哎呦我去，这咋这么快呢？我估计啊三秒都没用上，直接就吞下去了。都说铁和钢是粉碎机的最爱，那么今天呢我整个大轮胎瞧瞧。哎呦我，你是啥都通吃啊，啥都不放过，你简直太厉害了。你不是厉害吗？这回我给你放个大铁锤玩玩，你这能不能行了？用点力呀、啊、我这一动都没动，你这啥也不是，嘿嘿，和我比这回你差远了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以为我会伤害自己的脚吗？嘿嘿，其实它是土。你还以为我会伤害自己的车吗？嘿嘿，想不到吧，它还是土。你真的觉得我会伤害自己奶奶的手吗？其实呢它还是土。嘿嘿，你以为前面是一条小河吗？嘿嘿，其实它是一个铁锹。你以为它是一个铁锹吗？其实它是一个电线杆，那这个肯定又不是电线杆喽。哎，你说对了，其实呢它是一块砖。你以为它是一块砖吗？其实它就是块砖。你以为它是一条鱼吗？嘿嘿，其实它是一个滑板车。你以为它是滑板车吗？对，它就是滑板车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其实它什么都没有。你以为这是我的手吗？其实它是一棵大树。你以为这是一个球吗？嘿嘿，其实它是一个桶。你以为它是一个桶吗？哎，又回来喽。你以为它是一个球吗？其实什么都没有。你能不能给我西瓜吃了？我都等多长时间了？哼，不和你好了。来吧哥们儿，这把我是带着诚意来的，我给你送西瓜来了。哼，那你就在那端一会儿吧。上次让你给我吃西瓜，你在那块耍我不给我吃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耍耍你，让你下次长点记性。我要西瓜，我要西瓜，我馋西瓜了。哥们儿啊，没到时间呢，你等一会儿啊。哎呦我去，哥们儿啊，你咋在这块吃草了呢？你不给我吃西瓜，我也不能饿肚子呀，只能吃草了。哎，哥们儿啊，你这是干啥去呀？溜溜达达的。我还干啥去？刚才我刚吃完草，身上埋了股苔的，我得冲冲澡啊。来吧，哥们儿，我给你刷刷牙，你挺住了啊，一会儿我就给你刷好了，挺住了。这不是挺不挺住的问题，主要你这刷的味儿有点大呀，怎么有股厕所味儿呢？哎呦我去，哥们儿，你这嘴里咋都是草啊？那你不给我西瓜吃，我只能吃草了呀。下次你给我记住了，你多给我吃点西瓜。来吧，哥们儿，这把我给你西瓜吃了。
就是有点小啊，你别嫌弃就行。嫌弃啥呀，只要你给我西瓜吃，小点也没事儿。嗯，再怎么的也比吃草强啊。今天怎么切一小块一小块的给我呀，怎么不给我一整个了呢？哥们儿啊，由于西瓜最近紧缺，今天给你吃个榴莲吧，你倒是给我呀。算了，这玩意一看就不好吃，这么臭。来吧哥们儿，今天给你吃点苹果胡萝卜啥的吧，你别嫌弃啊。哎我去，你这一看就是嫌弃了呀，这一个劲儿的往外掉啊。今天怎么又是吃苹果呀，怎么没有西瓜呢？我要西瓜。哥们儿啊，你听话，我先给你刷完牙，刷完牙之后呢我再给你西瓜吃。那行吧，你不行骗我啊。哎呦我的妈。